在台湾爱成立台湾民政府。台湾民政府是合法成立的政府。台湾民政府已经开始办理正港台湾人的身份证了。咱不是中国人，不愿做中国人的台湾人，请赶紧来申请咱的身份证。申请电话请拍0732318900。多谢。拜托，流亡政府再回来，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，美军马上要入来，卖救流亡政府马上要结束，这是按照国际法执行的命令，请全体台湾人民冷静合作，三甲打拼。拜托，流亡政府再回来，台湾民政府。